超哥的两个宝贝姐姐 Grace 和 Joy 因为参加节目累积了超高人气，虽然现在几乎不出现在荧幕上，但为了广大粉丝们，超哥还是会时常在网络上为大家更新孩子们的动态。如今姐姐已经8岁，完全遗传到妈妈的好基因，有着笔直的小长腿，而且她贴出一段影片，画面中姐姐踩着妈妈的高跟鞋一拐一拐的走来走去。兄妹俩在家里的日常也太可爱啦，但这看似平凡的背后却隐藏着爸爸的担忧。超哥附上文字崩溃写道：衣服太短，裤子太短，鞋子太高， Oh my god， 还标记老婆吴素玲，你看你女儿。没想到妈妈却指挥疯狂的女子，父子俩的反差也让粉丝笑歪。看来遗传到妈妈的好身材，超爸爸开始要担心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